齐老大没有看见，这很正常，因为他太快了。他用钢钉杀人，他用什么都可以杀人，他的速度才是最可怕的。怎么样，你的问题解决了吗？ 特派员失踪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会好起来的。今晚我会去会会他，但需要人帮忙。有把握吗？我尽力吧。那好吧。 进来。你还没休息？你不也是吗？这都是你的。哎，给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杀死那两个杀手的？职业秘密。 你就是那个燕双鹰，对吗？你好像很好奇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是个危险人物，很可怕。哼，我倒觉得我和蔼可亲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恐怕也是个危险人物吧？你猜猜看。你从长春来，上过羊学堂。 受过刺杀训练，你代表军队，是来找刘大麻子的。你怎么？我怎么全知道？是吗？你的衣着气质，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。如果早晨出发，下午能到临河集，会是哪个城市？长春。你穿的衣服，一眼就看出是念过洋学堂的。 这衣服叫什么？猎装。哦，猎装，很漂亮。你的腰板挺直，射击手法很正规，一看就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。接着往下说。你刚给了妓女一张字条，叫她送到平阳客栈，那是刘大麻子的地盘。你都看见了。你知道，这里有很多人想杀我。 他们为什么杀不了？因为我比他们多长了两只眼睛和一双耳朵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这些事情好像很简单一样。哼，本来就不复杂。你真聪明。很多人都这么说。我是。 代表中央军来这里执行任务的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很难说。也许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。和你谈话很愉快。我也是。你会保护我吗？我已经救过你一次了。我想，今天晚上一定会有人来杀你的。 也许吧。那你还住在这儿？那我住到哪儿去呢？那你住我那儿吧。我不太习惯。你好像很腼腆。哎！哎！哎！怎么回事？ 真奇怪。 怎么停电了？我回去看看。我劝你还是待在这儿比较安全。趴下！什么？趴下！
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不是说有人要来杀我吗？这不来了？不是我让他们来的。当然不是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说呢？大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那就好。需要帮忙吗？麻烦你叫他们把尸体抬出去。好。抬出去。是。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他们还会来吗？我想今晚大概不会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看你还是住在这儿吧。虽然你是来找刘大麻子的，可这些人不是刘大麻子的人，是杀手。你不是不习惯吗？那我只能努力适应了。你杀了三个人，居然没有用枪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说错了，我没有杀人。窗外和门前的两个人是互相自杀，另外一个，我只不过是帮助他把刀子插进自己的脖子。你真是太可怕了。你已经够快了，可你不够轻，藏身术也比较粗糙，所以这一切是没有用的。你在跟谁说话？刚刚一共几个杀手？三个。不对，是四个。真是高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其实非常简单，要完成刚才那次劣质的刺杀，用不着停电，灯灭了，一定会有第四个人进来。第二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不够轻，而且你的藏身术过于粗糙。啊，那现在呢？我的枪对着你的头，可你却一无所有。你就这么相信你自己的枪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不妨试着抠一下你的扳机，也许枪不响呢。但有一点你应该知道，我有一个原则，如果别人对我开枪，哪怕枪不响，我也会杀了他。我不会骗你的，如果要杀你，刚才我有100次的机会。那你为什么不杀我？现在杀你也来得及，你的枪里面又没有子弹。你就这么肯定？我赌一块大洋。而你呢？要赌你的命。不想玩玩吗？很简单，抠一下扳机就可以了。好吧，让我试试，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。
你赢了。哎，又干嘛呢？哦，没什么，我跟这位朋友在玩游戏。不好意思啊，让您受惊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只是不喜欢枪声。二位继续玩吧。你能做什么？能杀人？你连自己的枪都不相信，还能相信谁呢？一心想做个杀手，我能看出来，你不是为了钱来的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证明自己。其实，你什么都证明不了，你还是你。枪在你的手里不过是个玩具，一个你玩不好的玩具。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家吧，年纪轻轻在江湖上混是很危险的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说的不对？你很蠢，也很笨，但你却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你早晚会死在自己的小聪明上。我为什么能用枪对着你？因为我能忍，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击垮你。大人物都是这么完蛋的。可惜我不是大人物。哼，你还有什么花招可以玩？又说我的枪里没有子弹？你猜我会不会相信你？不会。有一点你说的是对的，我不是为了钱。为了什么？神枪第一。杀了我，你就是神枪第一了，就像你杀死步英那样。好吧，那让我们再赌一次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哈！怎么不相信？那你可以试一试，枪响了我就完了，你就是神枪第一。枪不响的话，你输我一块大洋。本来我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，现在看起来你是个疯子。你真以为我是个傻瓜，让你这么一次一次的耍着玩？你完蛋了。你输我一块大洋。好像我刚才跟你说过，我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可以例外，把枪留下，你可以走。
神枪第一。你到底是不是人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太可怕了。你为什么放了他？他是个很有前途的人，只不过他太自信了。我是要磨掉他的自信心。他的枪里为什么没有子弹？我刚刚在他背后说话的时候，拔出了他的枪，卸掉了弹夹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还会来找你的。一年之内，应该不会来了。你是个疯子。刚才他说你杀死不英，谁是不英？是我的师父。你杀死自己的师父？对。为什么？睡觉吧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。